屏幕照片中的你，感觉有股冲动，控制不住的自己，压抑着我的情绪，到底该用什么方法才可以让你感受到我的存在或是依赖？也许我没办法长得太帅，但内心不坏，可以说是无毒无害，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想更接近，想更靠近，不管未来会遇到多少阻碍，我不怕，会把他们统统排除在外。你会对我重新看待，看这一切，想这一切，感觉你就像是站在我的面前，想象着有你在我的身边，在这世界，想这一切。不用担心，把你的手交给我牵，不想只是这样看着想着一切。哦，想到以前，就让我想着以前，我想这样看着，看着你微笑着，哎，想让你了解我的心意，你让我明白生的意义，我知道可能没有那么轻易，只好突破极限，发挥我的创意，就算一起争议，也想跟你在一起，一起生活，度过所有难忘大大小小的事情。不管你生气还是难过，头顶有乌云飘过，我会逗你开心，让你的天空放晴。不管是未来还是现在，只要每一刻都有你在，我会更加珍惜，不想错过你每个表情，在我心里注视着这样的你。如果你有需要，我就被栽培送到你家里，还有许多未知的画面，属于我们场景，等着我们开启。看着一切，想着一切，感觉你就像是站在我的面前，想象着有你在我的身边，在这世界，想着一切，不用担心，把你的手交给我牵，不想只是这样看着想着一切，看着一切，想着一切，耶，哦，想起以前，怎么又想起以前？看着一切。